咬一大勺新鲜芒果铺到雪花冰上，一份比脸还大的芒果冰，真材实料，分量满满，却只要铜板价50元，你敢相信吗？很便宜，别人一个芒果可能就不止50元。好吃，阿弟哦，料又多。位在高雄左营的冰店以超高的 CP 值打响名号，除了50元的芒果冰，超大一杯的雪沙红茶也只要20元，老板娘诚意满满。你讲做好算的就对了。镜头来到桃园临近机场的早餐店，热腾腾现煮的大块控肉夹进挂包中，一份只要50块，花小钱就有饱足感，是附近劳工朋友的最爱。跟着吃，吃得很习惯，有20几年哦，它的食材都是新鲜的，都是当天做。啊，我们大碗了，好吃啊。业者表示，早餐店从民国60几年就开始营业，更不藏私，分享祖传烹调方法。好吃的秘诀，你要炸过，然后那个卤的时间要够长，要有一点烂烂的这样。全台各地便宜美食多，台北万华一间无名炒饭鲑鱼堆成山只卖100元，台中笃行国小旁的老茶行点一杯古早红茶10元油照。物价通膨的年代，隐身巷弄内的铜板美食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小确幸。华语新闻林威凯、陈明燕、客观成王悠扬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